咱们要去哪儿？成都。哎，走喽！红袋子，你看它像个啥？像一个小嘴嘴。小嘴嘴。啊，那这个小嘴嘴是谁的呢？他是为了省钱偷偷躲在飞机行李舱里的猥琐的大叔。画完了总感觉像某个名人。那到银行了啊。因为我们飞得很早，天上的小动物肯定也刚起床，所以我可没说天上只有小动物啊，看人这不就来了吗？高总，现在是哪儿？屁股，现在是成都。啊，屁股。别人都在拍熊猫用手托着，哎，我就不，我找这个棍儿。这个棍儿挺的。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正好戳在上面。其实我想的是熊猫趴那里太危险，给他根竹子好让他下来，保护国宝人人有责。